使讲咱众神交告，众神来到在咱生命中，啊，非常感谢咱阿弥内大外大，同时来甲庆祝咱生命中，啊，再来甲智慧安坐在线，非常感谢咱各位遮乡亲，啊，各位遮贵宾，莅临来到在咱生命中，咱再次感谢各位，金龙爷叫在咱各位遮信徒，来当助农民大事，大家阖家平安。今仔日开这个庙门大吉，大吉大吉大吉！我咱金明宫在此，会当讲大家修养良心，咱金王爷会当讲威震八方，神通广大，大展神通，神威会当天天天放无边。时时会当讲叫着咱金明宫，把咱家大大细细到处拢有大家合家平安。来，我咱金王爷恭喜大家过年。来到，今晚要来甲开着这个庙门大吉。今仔日乃是咱龙神在吉哩，就着咱金王爷来庆着咱各位遮个信徒大吉。南无好娘大圣，大家平安，祝福平安，万事如意，阳天吉祥，大家大赚钱，大家大赚钱，钱越赚越多，祝福咱各位信徒，大家平安哦。咱讲平安，平安一万，大家平安，平安顺。张冠李飞，我咱众信徒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为咱国那个大难时，天下和福气和，大家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大家修善，大家修利利，咱众大家平安，我们天天进财，咱国那个大难时，阿弥陀佛。尊重不成罪，让大家心一扬，把他们放手。尊重不成罪，把这些东西抓起来。中国呀，那你那咱们就是有龙在天，咱光把咱这民族，咱这智慧安坐在天，把咱这民族最终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感谢咱中国来天，中国心中在天，那你为民放下了咱这民族的龙在天，感谢咱家。Thank you.